中央电视台，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现在我们给您播放的这是第26届奥运会的女子排球，古巴女子排球队同俄罗斯女子排球队进行比赛的录像。各位观众，现在比赛就要开始了。大家看到穿着绿色服装的，这是俄罗斯女子排球队；正在进攻的，这是古巴女子排球队。这场比赛是在7月28号，亚特兰大当地时间是晚上7点30分，北京时间呢是7月29号早晨7点30分开始进行的。各位观众，本届奥运会的女子排球比赛呢，一共有10个队参加，分成2个组。古巴队呢，俄罗斯队，还有巴西、德国、加拿大、秘鲁这5个队在一个小组。我们现在向各位介绍的是小组比赛最后一轮。古巴队在这场比赛之前呢，和俄罗斯队都是3胜1负。这场比赛对两队来讲都非常重要。由于他们都是输给了同一个对手巴西队，这样这场比赛谁胜谁将取得小组的第2，负者将列小组第3。那么同组呢，巴西队是战绩最佳，5战5胜，德国队呢是2胜3负，列小组第4。加拿大和秘鲁队呢是4战4负，加拿大和秘鲁队的比赛要在这场比赛结束以后进行。现在古巴队是以2-0领先。在这场比赛以前，古巴队呢是3-0胜了加拿大，0-3输给了巴西，3-0胜了秘鲁，3-0胜了德国。俄罗斯队是3-0胜德国，3-0胜加拿大，0-3输巴西，3-0胜秘鲁。非常巧合的是，两个队在已经打完的4场比赛里边，战绩都是一样，胜局负局都相同，都是胜了9局，输了3局，而且同样都输给了巴西队。所以这场比赛是一场争夺小组第2名的比赛。古巴女排是上届奥运会的冠军，这届奥运会对古巴女排来讲非常重要，如果能够取胜的话，将实现世界女排在3大赛当中的6连冠。现在俄罗斯队准备发球，俄罗斯队发球得分1-2，俄罗斯队发球队员是4号尼克利娜。比赛开始以后，古巴队出场的队员呢是这样的，2号位。古巴队队员呢，现在发球队员大家看，这是6号奥法雷尔。奥法雷尔他是72年4月17号出生，身高1.81米，体重是76公斤。2号呢是科斯塔，73年7月份出生，身高1.77米，体重76公斤。8号贝尔，71年7月6号出生，身高呢是1.80米，体重73公斤。14号是费尔南德斯，23岁，73年1月3号出生，身高1.85米，体重76公斤。还有个队员就是15号卡瓦尔杰，68年12月18号出生，身高1.90米，这是副攻，体重是77公斤。现在古巴队是以3-1领先。这是古巴女子排球队的主教练欧亨尼奥，广大的中国电视观众对他也非常熟悉了。俄罗斯队在防守当中助网，
俄罗斯队出场的队员呢是二号莫罗佐娃，28岁，身高呢是1米88。3号黎科尼拉，23岁，身高1米78。4号是巴托克蒂纳，25岁，身高1米84，体重78公斤。5号是伊利琴科，今年28岁，身高1米86，体重78公斤。8号呢是阿塔莫诺娃，21岁，身高1米90，体重74公斤。9号是蒂切琴科，21岁，身高1米86。俄罗斯队刚才是拦网把球拦在界内。好球，俄罗斯队是开网强攻。俄罗斯队的特点呢是身材高大，队员们身体条件好，进攻的力量虽然没有古巴队那么足，但是这个队呢讲究技巧。现在他们逐渐缩小与古巴队的差距，古巴队3号位快球打得非常凌厉。俄罗斯队后排进攻，把手出界，俄罗斯队8号是阿塔克诺瓦，身高1米90。俄罗斯队这是这局比赛发球得的第2分。这球落点非常刁，4-4，发球再得1分，5-4。这时候比赛呢，打到5或10都要自动暂停。观众朋友们，本届奥运会的女子排球比赛呢，一共有10支球队参加，先分成2个组。刚才我们向各位介绍了第二小组，就是古巴队和俄罗斯队所在的情况。那么 A 组呢，是中国、美国、荷兰、韩国、日本和乌克兰都在一个小组。结果中国队呢是在今天，就是7月28号最后一场小组比赛里边3-0胜了日本队，这样中国队是5战5胜，列小组第一。美国队呢是4胜1负，居于小组第二。荷兰队是3胜2负，列小组第三。韩国队2胜3负，居第四。日本队1胜4负，排第五。乌克兰队5战5负，列第六。按照奥运会女子排球比赛的竞赛规程呢，是前8名球队呢采取1-4、2-3这种方法，第二阶段采取交叉。俄罗斯队刚才是拦网又得了1分。现在古巴队4-6落后。古巴队拦网，从古巴队来看呢，他们在上届奥运会当中凭借着丰富的经验取得了冠军。那么近2年来呢，古巴队似乎给人一种出现老化的这种感觉和迹象，所以在本届奥运会的女子排球比赛里边，古巴队啊打得并不是很有朝气。相反呢，像巴西队这支劲旅在第一阶段比赛里边给观众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。俄罗斯队防守不错，球垫出界外，巴西队他在第一阶段比赛里边是3-1胜了德国，3-0胜了俄罗斯，3-0胜了秘鲁，3-0胜了古巴。那么他实际上在5场比赛里面只输了1局，而且呢是对这个组实力相对比较弱的德国队
输了一局。巴西队确实是本届奥运会女子排球奖牌的有力的争夺者。那么当今世界女排的格局呢，是这样，古巴虽然是世界冠军，但是已经出现了下降的这种势头，而巴西队呢呈上升趋势，中国女排、美国女排和俄罗斯女排都是势均力敌，技术水平呢在